要写这个这本书的时候啊，是怎么写的呢？是奥纳西夫人，就是 Kennedy 的寡妇，奥纳西夫人，她是我的挺好的朋友，她常常跟我来信，啊，是她鼓励我写，她说，她是美国人呐、啊，她说我全世界，啊，我只崇拜一个人，是周恩来，哎，我一下大吓了一跳，我说你崇拜周恩来，她说 yes， 啊，我只崇拜周恩来，她也不提她自己的丈夫。很多美国人很尊敬，非常尊敬，他是中国的人民的道德，中国人民的恒心，中国人民的能吃苦的，中国人民的英雄模范。